就是很开心可以代言游戏，然后对我也很期待这次上市，然后可以好好的玩一下，因为其实也想把很多时间花在游戏上面，会比较放松一点这样。隔这么久，终于有第一个代言，感觉怎么样？很感谢啊，对啊，然后就很开心，然后也很谢谢，就是还他们愿意就是让我就是有合作机会这样，对。所以广告当中那些台词是不是跟自己的心境很像？其实这是就是很多次版本的讨论之后决定就是这样子，对，然后其实就也没有想太多了，对，就是觉得还 OK， 对，就接这样。那自己最近有没有去看电影？看《我的少女时代》？我早就看过了，媒体适应，应该是媒体适应，对，就看过了。那觉得王大陆的表现怎么样？给他打几分？我给他打，我没办法给他打分数啊，一定很好啊，不然怎么会那么红？对啊。现在等了那么多年熬出头，有感觉到他来势汹汹吗？来势汹汹啊，不会，我不会觉得来势汹汹啊，对啊，没有被威胁到的感觉，不会了，不会了，每个人的特色跟样子不同，对啊。不过现在那个捉妖记在大陆就是那个口碑也非常好，而且是修改过的版本，自己会不会觉得有点可惜啊？讲没有，但是不可能嘛，但是不可能，但是这事情就已经发生，所以就不会再往回头看嘛，所以那现在就是恭喜井柏然还有恭喜捉妖记卖就是有破纪录嘛，对不对？对，所以就是非常恭喜啊。然后其实里面还是很多，因为我没有办法看，对，其实我还是蛮期待可以看到这部电影这样。现在你跟王大陆很容易被拿出来比较啊，你们自己也是好朋友嘛，那你会不会就是告诫他说，其实自己形象可能要顾一下等等，因为他现在蛮容易被跟。不用，对，不用告诫。我跟他认识15年了，所以他看我一路走来一些，对，不好的示范，所以他应该会自己非常清楚，对。所以包括跟那个蔡依尔啊，到底是不是？好像这只有百万。什么？这只哦，这酬劳我不知道哎，对，对，我不知道。对，那其实还好，就是我一直以来都是觉得，东西适合比较重要。那目前还有什么新的计划吗？演戏还是其他等等？对，他在等待，对，在现在计划其实就是没什么计划，因为就是很多东西就自己很想要、很强迫什么的，强迫不来就只能等待时机对，然后有缘人出现这样。那现在有看到什么样喜欢的工作吗？喜欢的工作，好像没有哎。就是不是因为其实是很多工作现在都卡在时间的问题上，所以其实也很多连剧本都没有看就不行这样。多半时间休息时间都在干嘛？就是出国晃晃。对。有什么新的启发给你们？没什么启发，就是体验不同人生嘛，对啊，就是去一些之前没去过的地方啊，然后去晒晒太阳，去跟当地人聊聊天，这样就是还蛮有趣的。出来之后好像生活过得不错，前天还有去香港夜店，是蛮乖的啦。那最近有没有跟他联系？一直都有联系啊。对，然后这个新闻也是他贴给我看，对，所以就觉得他变很乖啊，很好，对。感觉最近有慢慢复苏，这个速度是你还满意的吗？速度哦，当然没有满不满意耶，就是我没有对自己的就是行程弄一个计划，但是就是也差不多，就是也蛮痒的啦，对啊，就是很久没演戏，没什么，对，所以其实能拍的广告对我来说有那种分镜的感觉，有镜头这些对我来说其实还蛮开心的，对。好，谢谢。谢谢。